迎接重阳节，平溪南山里活动中心热闹滚滚。当地里长和卫生所一起合作举办了重阳节的敬老活动，邀请里内长者们一起来用餐，场面相当的温馨。为了提前庆祝九九重阳节，南山里办公处在八号当天特别在里活动中心举行了一场庆祝活动，还有各项业务宣传活动，邀请里内的长者一同来共享盛举。而在这天，包括区长、区公所各主管以及市议员也都到场和长者们同乐，场面温馨热闹。今仔日尤其是特别的日子，唔那是伊办理咱这个重阳节。这个老人参会吼，敬老的这个参会，以外本身也是今仔身份证生日啦，啊，身份证生日，不是德云龙的生日，是身份证生日。大家啊，你就拍破条无？祝伊生日快乐啦吼！祝伊生日快乐。来，咱们大家拍掌，感谢咱李总今仔真用心吼，尤其今仔日办这个重阳节敬老啊，代表讲对着咱老一辈早期啊，咱伫台湾早期安尼付出。啊！大家为着家庭，为着咱整个社会付出真多，啊，所以咱里长、甲咱区长，啊，咱就特别重用敬老吼，啊，邀请大家来。除此之外，场边还有平溪卫生所的团队来到会场，替长者们免费施打流感疫苗，让长者不用舟车劳顿到卫生所施打疫苗，让长者觉得方便很多。加足方便呢。每年的这个时阵吼，咱都会配合里长。来到这裡跟大家做一些健康的宣导跟注感冒流行感冒的预防下。趁着重阳节前夕，把里内的阿公阿嬷聚集起来，大家互相联络感情，还有有关卫生所的健康咨询，让今年平溪南山里的老人家有不一样的重阳节。记者陈薇平溪采访报道。